众泰2008 EV 以国际成熟技术的小型 SUV 平台为基础，融合了众泰汽车的多项自主创新专利技术，具备了良好的道路通过性和舒适的驾驶空间，真正实现了低噪声、零排放，一次性通过国家权威检测机构的严格考核，率先获得纯电动乘用车国家公告，成为中国纯电动乘用第一车。众泰2008 EV 拥有2420毫米的长轴距设计，大容量锂离子电池被安置在底盘中部，降低了汽车重心，使汽车获得更高的稳定性，同时也保证了宽敞的车内空间。众泰2008 EV 采用了世界先进技术的能量密度极高的锂离子动力电池，总电压320伏，总能量25千瓦时，标准放电为2到5C， 连续高电流放电可达10C， 瞬间脉冲放电 10S 可达20C 的高效率输出，充满电后续时里程为200公里，最高车速可达每小时110公里。